好，下面一位交接架，这个 ID 很难念，所以我有印象。交接架人类，恭维守夜人家家 Zrush， 你们考虑自己买一下，真的很懒。等下抽到你，我一定直接顺眼击败。好，交接架靠你了，一样。到那个 Discord 或者是 Facebook 敲我，知名实况主跟着逃免费，跟观众抢。Discord 找你吗？是，或者是 Facebook， 看你哪一个顺。好，下一个，真是快乐，好不好？头像是那个 FGO 的真德的这个脸，我要谢昌哥。一样啊，就不多说了。还要讲的巨细靡遗，不然他不知道自己真的中奖了。好，下面一位李样样，李样样，样是那个木字旁的样，李样样。人呢？完了，好，有了，出现了。我想说，哦，15秒了，很快，注意点啊！好，下一位 ，Love 9320，头像好像是自己，蛮帅的，穿蓝色衣服那个啊 ，Love 9320，水啦！好，记得老样子 ，Discord 或 Facebook， 记得拍图，手机版也可以，手机截图。下面一位，还剩四个，猫命，就是 cat life， 猫命人呢？兴奋到打了 JI3Y94。好了，可以了，随便了。猫命，好，恭喜恭喜。下面一位 Z545051 呢？Hello。Z545051，啊，有了有了，水啦！下面一位黑警社长，头像是一个比着一的黑底，黑色的人，然后白底。黑警社长人呢 ？Hello， 啊，水啦！好，老样子啊，最后一个。然后今天这个大家都很想要哦，每次就是一喊完名字之后，人马上站起来，哇哇哇哇，我中乐透那种等级的。以前抽一堆东西没有人要呢，喊半天没有人出来，差点把我气死。还好大家都想玩好游戏。好了，最后一个，准备。吼吼6934 ，HOHO 6934，你有在吗？你生气了吗？吼吼6934，你几岁？好，抽完了，谢谢大家。水啊！来，那我现在开始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完再那个看有没有没领。之前有过，就是那个叫半天不理我的，就后来是哇，好像 Discord 跟那个 Facebook 都有问题。我们这是慢一点，我看看。昌哥，我找你了，是谁啊？交接架。
近视，弄一些奇怪的 ID。叭叭叭叭叭。哒哒哒哒哒！然后黑警社长看到黑警社长，我把这个发一发，再决定要干嘛。可能会那个吧，读原本的那个档案去打别的东西。安安是我啦，谁啊？猫咪，靠北。真的靠北，到底谁？看到了，李漾漾，这个太明显了，我最喜欢这一种。真是快乐啊！看到是快乐，可以可以。这个都是 Steam 的、啊，记得用 PC 的 Steam 去换。吼吼6934，像这个就很酷。这个吼吼6934 Discord 跟 Twitch 天差地远。还有 HOHO 6934 Z545051 Love 9320跟阿小子，共四位，麻烦提供我这个账号截图 ，Facebook 私讯、粉丝团私讯或者是 Discord 都可以，我有在看。我的 FB 跟 DC 开了5分钟没反应哦，没有缘分呐、啊，可怜呐、啊。好、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有了，有了。我们现在剩 Love 9320、HOHO 6934跟阿小子三位。哦，不是，哥哥，你这个你截取这个我看不呢，这谁啊？我看到了，很小呢。现在什么阿小子？眼睛差点脱窗，好，我们剩下这个 HOHO 6934跟 LOVE 9320，剩两位啊，怎么办？怎么办啊？我还在等。
他们会停啊，好，有了有了，去去去去去，会结会结，升你了 ，Love9320， 你的 Facebook 跟这个 Discord 都没反应，你可能没有缘分。开门送民主，文杰 DC 叫我等十分钟，完了，要截取什么？我才刚来，你的使用者名称就确定，你知道那个这个联络我的人是你本人这样。怎么办？你现在是不是很慌？生怕自己好不容易中了序号，却因为这个系统的问题而没有办法领取擦身而过的500块。我汗都滴下来了。怕不怕？我就问你怕不怕？怕。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可要快一点我聊天是很凶点就要催你就想去吃饭我先两观众已经左右手各拿一个键盘在打字了准备要抢那最后一个序号。他说不能接受讯息。你说我的 Discord 吗？怎么可能？还是你要不要去 Facebook 用？哎呦，真是快乐！谢谢快乐屌送。您的讯息无法传送，因为您与接收方没有共同的伺服器，或是在共同的伺服器上停用了私人讯息。接收方仅接收来自好友私人讯息，或者您被对方封锁了。哦，封锁，耶！还是你根本就没有加我的 Discord？ 可恶！刚加入，可恶！怎么可以刚加入而已呢？啊，你刚加入，你是在什么？你在大厅打个字，我看。没了，完了，还有四分半在那个打字，没了啦，没有缘分啦，太慢了。你连 Facebook 都没有办法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你知道，赠送给你了，可惜啊，难得汗都滴下来了。再会了。不然我抽下一个，我抽下一个。如果他很好心的让给你，他不要，对不对？看你太可怜了，决定最后还是留给你的话，怎么样？就给你了。那如果他要，你知道，比较直接一点，就拿走了。嘿嘿嘿嘿嘿。怎么样？应该还不错吧？好，这样都喊好了，我们要按下去了。哇，OJK 4 OJK 4有没有在现场？太好笑了，因为这 ID 我有印象，很好念，好 ID。
哦 ，JK 四，佳佳，OJK 四你要吗？我们 Love 9320要没有缘分了。OJK 四你在吗 ？OJK 四你几岁 ？OJK 四你生气了吗？送他啦，我有给他钱。OJK 是说送你啊，人性的光辉，我有守夜人赞助哦，靠北，原来这个是有赞助过的，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就等你的那个 Discord 敲我啦，妈的，我看等到民国几年，啊，所有人等你一个。趁现在弄一下我的 Origin， 我就想说奇怪，我的那个资源怎么这么缺？原来是我还没拆，原来是还没拆出来，给它拆起来。好，谢谢 OJK 四啊，这个嘞，这个 Love 9320到底要多久？要浪费我多少时间？我们到底要浪费多少时间在这些无谓的意识形态上面？还要多久？到底要多久？都老了，老了，来了 ，Breeze 阿国。你也是很酷嘞，你也是那种 前后 ID 天差地远，不过至少你图片用同一个了。好了好了，终于不再浪费大家时间，终于不在这意识形态上蹉跎，恭喜，全部送出，累死我了，笑死我了。拿去玩啦，阿国，希望你可以破关啦，真的受不了选简单拿弓，一直按三角形就可以赢了。鲁文都示范给你看了。好，恭喜阿国，恭喜各位中奖者。希望他早日出个这个全攻略，让我知道哪些剧情跟哪些装备怎么拿。呼，睡啦。好。那我至少要去把一些我还没有打掉的王打一打吧。重要的四个东西我只解掉这个，好像都要跟那个黛西有关的装备吧，跟你完成跟他有关的支线或什么
之类的，就可以解开一道封印，四个全解应该就可以那个了。猜啦。好，现在其实就是你知道比较尴尬一点，我不知道我还有哪些地图还没有去跟怎么去。如果是已经来不及的话，就没办法了。深喉龙马精神，感谢。现在比较尴尬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有人有探到一些什么地方，然后是我画面上面没有的。你看它下面那个，还有透过一些角度，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地图是根本没开启，我不知道怎么去。尴尬聊，尴尬聊。那个布丰尼德湖我也去了，石灰岩道。对啊，就不知道哪边是哪边。石灰岩道我也打了，我有印象有些地方好像没走完，可是我已经忘记到底是哪里。我对一下那个成就。成就里面显示我至少两三只网没打，像那个他们预告片一直放的那只雷电怪，那只我不知道在哪里。乌坦科斯，还有北国的王女，这两只不知道在哪。才刚打到第二次城镇，现在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二轮的那个装备能不能再更强？不然那个火力打那个怪好弱，好慢。真结局这个应该是没办法，我就要开个新的完全重打，才有机会找到真结局。这边没有人破关玩了。就跟你说不要玩困难，打个普通卡关看一看就好了，在哪里卡关靠北。你卡关我要怎么搞找攻略，我要怎么知道怎么继续打哪一关。哦，完了，我真的不知道哪边是哪边。我印象有一些地方确实还没走完，就那时候太强还是怎样，我就退了。好像想不起。像那个冰封的记忆跟那个什么什么暴雨的，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神木顶端我去过了，这个记录岛一定不能去神木顶端了。
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过，我不知道路在哪里，我已经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救了。我卡跳了。到底还有哪里可以走啊？我看起来全走完了。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对啊，我看起来每个地方都好好走玩啊。有啦，这个啦，这个石灰岩道右侧，我不知道怎么去，它一堆那个路都锁起来了。这里吗？这里可能看起来有点办法。给我们个信号。给我们个信号。有了，这边我好像没走过。巨大蝙蝠标本，好漂亮！我走过来之后，发现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死路而已了。路在哪？我今嘛被去倒位？你那转脸都无消息，我亲像一只风吹无味。这里呢？这个黑黑的区块，能不能够让我找到全新的路呢？气到就陷下去。去主要是一个小东西。主要就是那个手猎人小屋，我要找到最后那个屋子。没一个圣火，我一下一二四。下面感觉这还是可以走，我要怎么够？废弃小镇不行，很美丽。完了，至少让我打那只雷电王跟那只那叫什么，跟那个什么冰封的王女。
我真找不到路，我去哪里？现在就是一只无头苍蝇。So sad， 有两只跟地下墓穴的一样要吹，不是问题在哪里吹，我可能需要知道一下在威尔吹。我被抵得为本。北国的王女要带着冷冽陶笛到地下墓穴前的仪式石碑那边吹笛子。冷冽陶笛，林北刚有什么冷冽陶笛？干那是无呢？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取得冷冽陶笛？我有暗红陶笛啊，我只有暗红的呢，你敢会当笨？那我要去哪里才可以得到这个陶笛呢？现在就是打两只王，一只冰封的王女，一只什么什么巫师什么坦的。我要去哪里取得这个底，然后去哪里打那个什么坦的？啊，怎么办？还是应该要先解某一个支线。我现在已经有很多支线是不给解的了。早期七幅画，哎、欸，漂亮！七幅画我差两幅画，威尔，来，两幅画在哪里？告别。负二。我离职了，给你钱。谢谢，给我钱。离职很好啦，不适合的就赶快离了。冷陶笛好像打下水道的老鼠王掉的，漂亮。下水道怎么走？不是，你知道吗？下水道有很多那个。有很多那个上锁的门，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进去那些上锁的门。这个这里这一区很多地方进不去，就妈找不到门，我不知道怎么办。下水道。画家解王会给一个陶笛，漂亮。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获得那个画呢？我是真的很想要解完。地下墓穴，我怎么过去？缺两个画，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最后那两只我们打一打，然后其实要解真结局，一定要重新打一轮，你重新打一轮没打，那你用第二轮的进度去打就不用了。
惯二轮也可以，很简单。实力的看东西。这儿，隐秘下水道。鲁苏苏，你知道一个问题的结束代表什么吗？没错。不是不是，你这个梗的使用方式不太顺。这梗的使用方式我有点乱。哎，好弱！你看这个，这个需要那个地下怎么隐秘下水道钥匙，尴尬。不知道这个隐秘下水道钥匙到底要去从哪里拿？也没有人知道隐秘下水道钥匙都还有干。哦，我笑死。关于鲁文的问题，我们以后会专门做一期为大家展示。老高，别闹了。现在就需要这个问题的解法，现在就跟我讲啊！干，好惨哦！现在到底怎么办啊？你看这个门也是锁着的，就是一堆门都需要过了这个地方才可以开。我不知道那个钥匙到底他妈在哪里。下去怎么办？还是我这把真的没救了。想得到我的知识吗？想要的话可以全部给你去找吧，我把所有的知识都放在那里。你在哪里？哭啊！哎，不对，连这边都做不到嘞。还没有画家在下面了，吓死我了。现在就是差两个画，我刚还以为这个画家也不见了。啊，有人说要打那个下水道老鼠王，就没有那个钥匙，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人说要收集画，我不知道画在哪里，也是个问题。问题出在这。
快融化哎、欸，好恶心！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你自己！真的是不要隐藏你自己耶、欸！两种说法，我觉得两种说法都 OK 啊。一个是需要钥匙，一个是需要知道全部的画在哪。我现在差两幅画，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取得这些东西啊。尴尬，我看到英文 wiki 有画的位置，只要翻整个华语，没关系，你贴给我，你贴给我 Discord， 我直接看，我自己对，至少有攻略也不错了。Google Translation。梅耶大桥下的话，我看民房、墓园、画家小屋、沉默玛丽罗斯，那梅耶大桥下可能没有。听说有人要找钥匙。梅耶大桥这个下面有画，我还不赶快去找找看，如果找到就负一了。桥下面，梅耶大桥这么大，我湿了！你怎么跟我开黄腔，哥哥？哎呦，吓我一跳！这只没疯啊！拍蟹刚被捉去回话，然后我忘了讲道理给你听。什么什么东西讲到了？在一个平台上，哪一个平台上？在下面吗？给我们个信号。比较大的那个，这个够大了没有啊？干，射过来。上黑黑的地方，和这个中间这一区哦，这么嗨啊！无法显示。这边并没有任何大平台。
没有满满的大平台。不是说梅耶大桥下面有吗？我没有看到你，怎么办？那确实梅耶大桥，我的任务提示里面没有写梅耶大桥。民房废墟，沉默的玛丽罗斯，墓园，画家小屋，地下室，237号，没有梅耶大桥。魔方左侧的猫头鹰雕像后面，是哦，魔方左侧猫头鹰雕像后面好像没拿。啊，梅耶大桥的，确定梅耶大桥有？提示说这边有，存个档。魔方哦，魔方。哪里？哦，碎啦！史都华公爵肖像画负一了。那确定是梅耶大桥？哦，帮我查一下，我决定先叫个吃的。帮我想想啊，负一啊。哎、欸，哎、欸，靠北，原来我七个都有，就只是差这个而已、喔。他被那个画面遮住了，靠北。哈哈哈哈，好，先种吃的，等我一下，笑死我了。哈哈哈哈，自己搞自己。
嘿三哥说他老二太小，不适合给大家看。过三十，三哥老二就萎缩了，真的很靠北呢。这个正大光明的性骚扰我，恶心至极。陶笛送你作奖，蔚蓝陶笛，名画鉴赏家。好，我要去哪里捧这个？恶心至极。下墓穴，对耶，教堂哎，教堂可以进啊，微光圣殿。那你怎么要死了？这是修女，已经挂了。墓园。也洗啊！哇，这是一个看起来蛮大的光线，这样直接没底。主教室。禁书库。对啊，这边有很大一条线，我没有解。主教室，教会的咪咪，不知道为什么解了一个教会的咪咪任务，成就了。阿丽娜已经抓起来，还是这个就是主教？正简史，微光教典，可作为家中摆设。门上锁了。啊，不是有人说要去哪里吹那个笛儿吗？我要去哪里吹这个笛儿啊？这个。地下墓穴的仪式石碑前，地下墓穴的仪式石碑在哪里？墓园。
下那个传送点。地下物学。哼，疑似石碑。Where is that 疑似石碑？I don't know where can I get that 疑似石碑。灾厄，水啊水啊！难怪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原来是直接，哎呦，更好酷哦！原来是直接传送，很电哦！啊，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乌斯坦什么的吧？可是我都没有在看剧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打这只。在叫我啊！直接摔到了狗腿，哎呦靠北！屁呀、啊，这个也太难了吧！任务。任务区域，惊死人哦！千金万古这个邪品。
倾向忍耐认同。圣六抛刀，虽然我都走到这边来了，好歹给我一个什么金翅魔刀之类的吧。机械弓，可以啦，这边给机械弓，我觉得合理，真的很强。禁之巅就什么都没有嘛的。完了，我都犯到啦，到了紫禁之巅，好不容易走到这就出境。啊！我是王，你死定了！哦，是。哎呦！哇，你们打一下！我看雷戒指。冲刺靠背，这么强力的招式竟然放在这种时候，千辛万苦打一只隐藏的王才给你空中冲刺，固态长河，里面有东西在流动的晶体，哎，好强哦！酷欸，作为送你空中冲刺的王，确实很有一回事。我的饭到了，我去拿饭。守台人长夜，
呜呼，朋友们，休息一下啊！啊，所以冰封王女人知道在哪儿吗？确定位置之后，我要先吃一个饭。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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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个洛萨特有给我网址，一个 F4 链。给我一些那个攻略网址，但我现在想要知道那个冰封王女到底怎么打。下水道打老鼠王，拿冰敌去地下墓室去啊！我要怎么去找老鼠王？我看他可以按眼喷两次，我看他可以按眼无限喷哎，不然他会往下递减。云玩家攻略仔，就至少不错。我们现在就是要知道去那个嘛，这里这个这一区，问题在这一区有很多地方要钥匙开，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又或者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进来，比方说这里，哎干，应该是这里哦。我想起来了，曾经有过一个地方，因为真的太恐怖了，我就没有往下走，好像可以从那边走。可是那是在哪里啊？河口下水道一，那个地方真的太恐怖了，因为有一只有那个、啊、旋转车轮怪、啊，就是这里。哎呦，我找到啦！哎呦，我终于找到啦！这里有那个旋转车轮怪，我打不死，撞我一下一百多，所以我不敢继续前进。好，吃完饭我们来突破这一区，吃饭。